美国一位 IG 模特儿因为注射非法填充物，拥有149公分厚的傲人丰臀，但现在她的蜜桃，恐怕得被切除了。这名35岁女子叫做 Courtney Barnes， 人称迈阿密小姐。由于医疗专家对她的健康发布警讯，现在她希望自己能回归原本的身材。根据 Metro 的报道指出， Courtney 觉得自己由于她的巨大双臀而被人当作马戏团怪胎，她已经对此感到厌倦。Courtney 在 Bosch TV 电视节目上坦诚，自己从22岁就开始做臀部的填充物注射，因为人家告诉她，作为舞者，她得有更大的臀部才能赚更多的钱。注射了4次之后， Courtney 的健康出现了问题，而她的臀部也开始渗漏液体。她虽然不感到疼痛，但她已经向医生表示希望能够将臀部缩小，只是医生也还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出席电视节目的医生 Terry Dubrow 表示，他的整个臀部，都必须被切除。由于 Courtney 拒绝完全切除臀部， Dubrow 表示自己会在研究除了切除之外的解决方案。这位前舞者现在正在撰写一本书，呼吁想做整形手术的女子要更谨慎注意，才不会落得和她一样的下场。大家真的要注意哦。